受伤吧。反正我不抛也不会怎样，反正我搬我又不会。这时候我会把我留在出来的。好，来，下面要慢慢放。好，第一点来抓好，抓好，两只手抓好，来，好好来抓绳。好，阿婆把那个有尾巴的往下拉一点点，往下拉，往下拉，往下拉一点，好。好，妈妈好了，有了，妈妈好是吧？再抓下一点迷你珠，把那个绳子再往下拉一点，好看。没有走过那关山坡。
敬兄参拜。